找不到。 全是烂尾楼，这口井应该是个废井。别担心，会找到，他们都是聪明人。我还以为你也是个聪明人呢。别说话了，这里面阳气不足，来，坐下来。 已经到了，对，谁报的警？是我。现在什么情况？邱阳现在也找不着了，打他电话打不通。他们往哪方向走的？这边。这边我熟，跟我走。走。咱俩小心点。咱俩小心点。突然间觉得这井里也挺好的。咱们俩，那你不想出来了？我们俩我出去了。
我们已经想好了，出去我们就复婚。 可以吗？非得在这口井里给我求婚吗？不，出去，出去求。出得去吗？都没有人来救我们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隔半分钟喊一次就行。秋儿，我们会死在这儿吗？你那么害怕死了？我也不是害怕，就是觉得有点不甘心。没想到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。你别那么悲观，行吗？ 你是可以不悲观，该有的都有了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。我一想，跟你比，我就心酸了。什么心酸呢？你这婚也结了，也离了，就差一孩子，跟我差不多。有人吗？ 这里有两条路，咱们分开找吧，这样比较快。那我找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去吧。我们两个这边。我们俩这边。秋雅，秋雅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要这个孩子，我们两个就不会认识，也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不对吗？不对，我觉得如果那天早上我可以打开那扇门，那扇小门。 我们也许会认识，但可能我们就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有人吗？什么时候了？你笑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不对。如果我不是搞这个专业的。 那我就不会那么容易想到要去做试管婴儿，那我们就不会结婚，也不会离婚。我觉得，如果梦征早一点跟你表白，那我们也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那如果杨柳早一点回国，那我们也不会结婚，更不会离婚。 是，可惜没有如果。就像我说过，所有我们经历的，都是唯一要经历的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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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喜欢过他，可是后来就感觉不对了。那你没跟他在一起吗？我有跟你说过我跟他在一起了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杨柳他生病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杨柳告诉我的。我一直觉得你讨厌我。 知道我最遗憾的地方是什么吗？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时候，从来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或者在合适的机会里面，我从来都没跟你说过我喜欢你。 你就非要在这口井里，你才会说你喜欢我。
待和犹豫，才下定决心不要再分离。我觉得这口井好，可以让我们安静的面对自己的心。在外面，我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，是我们每次都是。所以有时候我会想，其实每次打断我们的不是一些事情，而是我们内心的障碍。